挺活泼的，就是跟我的性格是相反的，嗯，然后其实他比较主动，嗯，因为是他先在我的课，在我的那个那叫课桌里放了零食，对，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件事儿，别的同学告诉我是他放的，然后我们就这样交换零食，就是第二天他要回家之前，我就在他的课桌里放了零食，就这样你来我往，你来我往，其实挺傻的，吃货的爱情是吧？对。